Hello，大家好，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四场国战的双身份系列的视频，希望大家喜欢。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局，由4399玩家雪野百香里提供的素材。那么第一局的话，左视角这边啊，无畏鼠都可以选啊，其实啊，那么最后是选了一个无将四血武将大梨子，还不错，对吧？大梨子一般啊来说的话，四血武将有的时候发挥更猛烈一些。毕竟一个盾牌方便，那么一号位的话直接开局盲狙，可能啊会偏位降一点。那么主视角这边加一减一挂起，最后呢，对吧？续爆盾牌，杀闪一逃，基本三个 AOE 的话是不虚了。三号位直接把黏弩扔掉了，那么这样的话，基本应该来说啊，不可能是香香，不可能是魏国的各大豪将啊。四号位也是一个盲狙，那这样一四位偏位降一点，三号位可能非位多一点啊。那么六号位惊最终天还伟是跳了地，出来，岂是尔英等姿可队见？友啊。那么英姿队友这边的话，一大佬难蛮扔掉好评啊，九杀啊，并没有，并没有，可以啊，自己的牌啊没有过分溢出的话，其实还是可以囤一囤。那么七号位啊，七八位都不动。那么第一轮整体下来之后的话，应该来说啊，可以猜个哈，那么一两分啊。那么这里的话是跳飞舞，还是一开始我们说的啊，可能就偏位一点。五号位刚才呢是一代老啊被打了一下一号位，这个可能是飞位啊，还偏舞多一点。那么三号位这一杀哈，杀一张人王盾，这个就信息不太看得出来了。那么那边的话，库珀拆桥还是一个跳飞舞。啊，这个一四位啊，还是从跟开局啊，他们俩的打法比较一致，对吧？我的命运在自己那么手主要现中，在要这个看点你的话，如何取舍。只不过是最个后血肉这战边出法，了一个多丢亏丢你们看得上我这把老骨但是我头。们啊，其实它像桃子啊，可以自己保存点实力，对吧？没有必要硬要怼出这一副牌队。而且刚才三号位黏弩已经弃掉了，你就很明显，你这种黄盖肯定要关注着黏弩的走向。他黏弩已经弃掉，这副牌队还没刷完，你这个时候去编自己意义不大。啊，那么主视角这个时候呢，挂上了那个朱雀，最后弃一张兵粮。现在开局到现在还是一个，啊，四号位终于跳了，老板。那么他这个时候一跳啊，其实我觉得没有必要完全跳出来，今朝对吧？你就一不刀能带走，你这一张牌的失人头信。跟你这个亮将啊，把身份给嫖出来之后，还是有点差异的。吾乃最儒后雅五之号位竟士，然是不须零与点诸将哈，那争这样的夺。话一号位这一个点哈，可能小戏沉舟，刚才啊同乌心龙了，那方没有可办戮法力。啊。那么主视角为掉漆，天刚才下五号位小呢，戏还是沉去舟，打一个当三血不望卖的李小典方这个可身戮份力，究待竟定天下啊，人但是吾他刚才是您小戏的沉舟，吴谢国国家同这一个点心的，万一激发再打，方显利苍生。自当戏沉舟，国家暗的时方候，圆你可以下为一个人赢的方老马可戮力。一点，这个时候锁连环。那么这一局现在整体就是大为魏天抱团，下那戏么沉目舟，前魏国自抱当团呢还是有化那么一些方实力力。的啊。疑点带一个节奏，国家卖血暂时应该是死不了。然后最后呢，还有个曹老板在那边的话，这样配合了各种 AOE 收起来之后，只要能够拿到行动，但是这个时候啊，主视角嘿嘿，黏弩啊，刚才排队刷新了，所以你看黄盖这一局啊打得不好，主视角这里的话。取弩之后的既话，古于这个此，时候过河以拆至桥，四拆一方，下谁旅能点，挡我？决斗吕布。为哎呀，天下苍生，最后当再来留得杀一良刀。田在，何愁那不么破敌？旅点，主事要注意啊。小戏按照沉道理，舟，这个时候呢，同心这个方桃子可一戮救，力。首先你看救起来之后，我二桃由于杀你的三上戏。将是郭嘉。那么这个点的话，自己肯定能活下来，郭嘉不会说来打你。交给你了。对吧？毕竟还有个车位，嘿，我还可以站，啊，还可以站。那么其次就是说，主视角这边呢，手里明的有弩，啊，明的有弩。那有弩的情况下，吕布他如果真的收人头的话，那可是一收三张牌，对吧？那么最后利用呢，魏国一波乌龙，又是乌龙啊，主视角，那这一个桃子值千金啊。既没能让吕布做大，又让魏国郭嘉直接坑掉。主要大乔这一个藏的也漂亮。那么这个桃子小庄身份呢？
我觉得还可以啊，还可以。毕竟的话，刚才说李永年奴如果出来，那李典的人头可能就是我们拿。我们拿的话呢，就是三张牌的收益啊。好，这个时候最后呢，主角直接拿到自己的行动力的话，火攻。再带一下那个地方已经开始巴结吕布了，然后我们主视角有粘弩在手啊，来两杀，先一两杀给钢镖再说。那么苟活还不死，不好意思，再来。那边搜索连环带了一下吕布，那么再来一刀。哦哇，这个时候哎呦，有桃补五号位吗？将王师友这就尴尬了，不可无解。那么还好我们手里还有一杀，但是那边赵云浓胆啊，天劫降临，最终就哎还有一杀啊，这还有一杀，赵云最后还是有九。其实最后这里呢，如果真的要想把赵云给打走的话，你可以杀大乔啊，杀大乔那就是一骚二，他收两刀啊，不一定能防得住。最后要换我们吗？在这换啊，这两招无懈其实比较亏啊。大师可能哦，有大嘴，大嘴的话可能直接乱击了，哦，决斗那没有办法了，再杀一刀。那么主角手里没桃，不过好就好在呢，暂时他这一个我们手里啊，他并没有双击，哈哈，没有双击之后的话，主角有了制衡，那我们就有机会了。阴阳寸断，乐不思蜀，爱得空空，然后拼点空一下，借刀呢？这一下借刀有点虚啊，有点急啊，有点急，这个不应该的。当然这一个天过，天过了冰娘还好。那么主角终于这个时候、啊、神顺，最后呢杀一刀，然后再拼点一个，没有问题，留一闪防御，他摸两张，顶多乱击一下。弓箭手，乱击一下，你有一闪能防。最后这边的话有桃制衡，可以悠悠一下，最多再乱击一下，顶多开个无中啊，或者远交进攻。不急，无远交进攻那其实还是比较多的啊，比较多还真不好讲了。那时候好，主角现在呢来制衡，对，后面单挑的话就我们这边制衡啊小有体现，对吧？那最后的话这一个回状态不急，就是应该来说啊，吃桃劝降级，当然对面的应该来说还是可以再搏一搏，打一打。这一局后面单挑我们就不多说了，关键还是刚才一桃装身份。刚才那一桃主要就是说不急，你如果啊李典死了之后你不收人头，但是没有继续的行动力，郭嘉那个点的话看到主角的四血一血五项的话，可能就是给你带一刀，那、啊、当然刚才大家是没有距离的吧，对吧？可能就给你带一刀。那种情况之下的话，你作为啊一个一血武将，关键你手里只要能活，那就是能够打出大输出，所以拿一桃啊，就伪装身份，我觉得更多的是要保护自己。其次就是其他的，可能啊，你可以一点放在那边，到时候收个人头有三张牌的收益，对吧？那个我觉得是第二个原因，就要去逃啊，装身份。无德无斗之人必以无道之人。关键那个时候，万万没想到出来个大乔啊，一个琉璃打成一个乌龙，那是真的也不错了。啊，最后这边的话，应该来说啊，我们说过，只要你扎拳的能力在，那就基本老天比较稳。我袁家呀，扎拳捐赠里面本来就是单挑王。国战里面的话还可以啊，还可以，不能说弱啊，不能说太弱。像刚才主角呢，最后单挑啊还算比较欧了。嗯，第一局装身份神逃破塔位啊。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二局，第二局的话由三七八区玩家同步尤利亚能不能看。那么我们这边看一看啊，主角有权有位，最后嘿嘿，这不管怎么讲啊，都不是特别好的一武将配合啊。主角七号位，那么七号位这一局的话，骑手手牌防御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一号位藤甲一大牢，这样。那么我们这边啊，一般说有舅舅必有大卫。对吧？那这一局究竟有没有我们紫鸡军团呢？啊，紫鸡军团呢？那么三号位的话，三张装备挂起，最后女龙客机第一个嘲讽点直接跳出来了。
其他人应该来说有能力的自然会控一下。那其实像五号位这一个点呢，他去控女萌，在女萌旁边呢不是特别好。女萌那这是就近原则就打你，顺手。那么主视角这边弃牌吧，没有必要啊，这个时候去打动作。来这个巨手呢就暴露自己了啊，巨手那正常曹仁曹红那有，或者说碧月，或者说那个我们的萧果都可以啊，都可以。但是只在你这个地方巨手亮了一下，那么大家很有可能啊去踩你打救啊。回合开始还有毒条，那不讲难道笨笨有的青春在，刚才一血不怕没柴烧。不可能是那个大猴子啊，不可能是猴子，猴子的话这四血五伤。商家在这边犹豫，最后呢还是八卦火攻继续烧出去。萌萌大手里扣了一张南蛮啊，要这个时候呢南蛮炸一过，所以我们这边的身份已经暴露了。南蛮开出来女萌看看啊，但这一个南蛮啊同样的没有炸出大威军团。那么最后呢蓄奴好评啊，观今夜天象知天下大事。老诸葛四张牌排队顶顺手，哎都捂不热啊。但是老诸葛这边呢就可能就老司机了，我挡着对吧，虽然等级不算特别高，但是直接冰凉寸断顺我们的话应该来说还是能够猜这个一二的。那么万箭齐发打一波，小乔主角闪掉，这个是标准的防御啊，秒杀一闪，秒难一万。二号位不动，三号位的话，哎，那像这个时候呢，他这边，这边的话感觉啊有点偏无的意思啊。虽然有可能蜀将，但是魏将有没有可能？因为刚才狗或者是一个三血不卖，对吧？群雄感觉应该。善于千里行，那样出牌的话比较合理，因为人数最多。蜀将的话有一个控一下暗将可以，那么魏将的话也可以三血不卖。然后我的身份啊待会儿再判定。那么这个时候出来我们队友啊狗货，但是感觉他这里的话分分钟要狗带啊。那么最后呢还好这一波神借命啊，小欧一把又来桃子回血，最后呢一牌在手，主角冰凉寸断杀一道猛扩。那你像这里的话主要跟上一局的曹老板，天命难违，但是你这一个巨手其实暴露啊，老司机的话基本就是会说不定会来控控你一下，对吧？那像我们刚才呢如果不考虑巨手是按着杀一个人就一张牌的收益出来暴露自己，跟你这一牌收益有的青山在，不怕没柴受急，犹如探囊取物。好，那么这边的话夏侯渊又继续来啊，好，那么上家的话还在杀五将啊，主持人不动，拿去拿去，合作我跟哥哥可能。哎，这里大师还换给我们牌啊，刺客我要你三井死，完杀，谁敢留你斗不尽。于大佬打个无懈，那么主视角这边呢这个时候啊一个无懈给出去啊，其实有点意思吧，鸣跳飞群对吧，鸣跳飞群。那我们可以看到郭家典韦那边的话郭家小好吧，刚才郭家典韦是动过苟货这一个点吧，看来还是盯着三血不卖打的。哦，马老板，我们今儿动起来。那么最后火攻呢，骚一下。主公要臣死，走你不送。那么最后这个时刻呢，直接形成了一个两群做大，一位一无的局势。主视角这边呢，冰凉寸断，天过。在这一局啊。以和为贵，以和为贵。这一局。越老越要补啊，杀我们一刀。主角这边呢
这一局可能选的还是不太好啊。那一直聚首，你其实已经暴露乱世之中。而且现在是刚才是明打群雄，基本不可能是貂蝉九杀一刀闪掉。那么最后这边的话，来一刀马腾，来来来，见面啊，主是叫一个无懈啊，这个不能叫装身份了，这一局我归类的不好啊。当时你看，当时快速看的时候啊，忽略了聚首。那么最后呢，一个无懈啊，保一下大师。那大师这一个点的话，让他小行动一下，小助力啊，小助力。但是啊，你像这一局其实可以我们出一个天坑啊，天坑就这样吧。主角打一个南蛮，最后的话杀一刀火攻。那么像这里这个火攻呢，就是说看似跳飞位对吧，跳飞拳，那最后也就是属无了啊，属无了。那么属无的话，那还有情况就是说那个最后啊回合结束，人事体反回合结束的话属无没有吧，奖费是弃牌阶段结束的时候吧。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劫其源，断其粮，贼可擒也。那么最后的刚才啊，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无懈哈，加上一个火攻啊，不是那个，就是打了一下我们队友，这样的话保证了大师那边啊赢得一波小信任。那么奖费的那个升息呢是弃牌阶段开始时，所以也不是回合结束，所以呢这一局要这个巨手啊，说老实话对面啊判断的不是特别准确对吧，跳飞拳那最后也就是属无了啊，属无了。那么属无的话，那还有情况就是说那个最后啊回合结束，人事体反回合结束的话属无没有吧，奖费是弃牌阶段结束的时候吧。看我三步之内取你小命。那么最后的刚才啊，这里其实就是一个无懈哈，加上一个火攻啊，不是那个，就是打了一下我们队友，这样的话保证了大师那边啊赢得一波小信任对吧。那么奖费的那个升息呢是弃牌阶段开始时，所以也不是回合结束，所以呢这一局要这个巨手啊，说老实话对面啊判断的不是特别准确，且听我最后对吧，开局一波优秀的操作啊，陈独秀啊，陈独秀。那么顺手转羊决斗，那这样的话老板基本就是告别了这一个舞台，英雄骚操作啊，这个就完全可以是坑坑的啊，既断肠又弃牌。那么那边的话七号位呢是想锁锁连环控一下，你累了啊，对，八二位八号位二号大乔跳出，上家没有动，主主角这边呢杀闪逃下家。那么这两个群雄呢直接击击之后呢，场上反抗了比较四方。那么像国家农民对吧，这完全就是等级的过啊，这个百将应该来说不应该的啊。你来嘛，这个放腹枪，难道二号位是一波魏将，本来开局就是打盲狙，那么最后的话孙辈请赵云，最后勒布斯不是贴。那么主角现在作为武将的话，刘德良田在，何愁不破敌？飞位啊，飞位。然后主视角这边还是猥琐，终于有了第一张装备啊，不容易。
项家加一挂起，没有其他大动作，农民呢顺手想撸一个八卦应该，但是被吴懈无情的打脸，这冷风吹在脸上。那么万箭齐发，主视角直接出一闪，那边继续扫赵云呐。那么八卦没能给力，那飞周盾。那么现在这一个局面呢，应该来说还好，农民放的副将，所以呢他的嘲讽不算特别高。但是场上呢，这个时候啊，三家各自派一个代表的时候啊，我们三个代表啊，这个时候其实啊，更多的应该来说，你如果有能力，尽量压一下暗将比较好，对吧？你明的去打其实没什么意思，关键还替暗将打工，没有必要。那么这个南蛮的话，蜀将直接招嘲讽，那瞬间呢，风头一转就打蜀啊。19客气保起来，那么主要这一个吴将呢，可能就是该猥琐还是要猥琐。赵云可以，这一下的话就控制多了。而二后呀，本来可能刚才冲他的这个说的语言呢，可能觉得啊是偏魏将一点，他责怪国家这个摆将有问题。那么看一看嘛，主视角闷声发大财啊，对吧？装备先攒起，续一张锦衣，两张桃子，基本应该来说回合外至少面对杀啊，面对其他输出呢也不太虚。那么最后这边三蜀做大。杀一刀流氓，那么啊，张飞飞云，这里不换刀，换个张八也行啊。你下一表的话，那时候还能，对吧？还能张八拍一拍，这留一个雌雄，你想打大乔不太可能的，希望渺茫。国太齐敖还是选择了杀郭嘉，以至四方。主视角这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对吧，主视角这边啊，装个身份跳起来，还是属于按着去杀位。那按着杀位的话，这个局面大家一般啊，我们从一般的角度就认为你是一个蜀了啊，你是一个蜀了。但是蜀也有个问题，你如果真是明蜀的话，其实可以跳出来，对吧？可以跳半将，这是有小鸡啊，藏个小鸡是可以，但是半将总该亮吧。主角并没有亮啊，可能大家也想到，难道火树流打法？最后呢，我们这边利用一波呢，把魏国打死。那么最后这边魏国一死，其实蜀将渣渣了。只能说蜀将赵云和祝融这两个点应该来说不算特别强，但是夏家的大月亮啊，还是要值得当心的。这一局啊，就是小庄身份吧，杀一个郭嘉，对吧？带一个节奏。最后呢，保存了一个五鼠对峙啊，五鼠对峙。那像大乔和我们其实都算安全防御啊，对吧？软着陆，对吧？主视角这边有一城，自然我们是一个小 boss 级别的话，那你想直接杀我，更找不到门路的。杀大乔有琉璃，所以的话，这两个点，他说只能杀大乔了。杀大乔的话，就是说留给老诸葛，他可以空城一波。那，来主视角动一动。并没有，那你杀大乔杀个卵卵？天命万箭，请休息。好，最后的话呢，应该来说啊，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无懈可击，无中生有无懈，不怕杀一刀，来吧。尽管放马过来。就是说，你想要靠杀来控我们的牌，那还是有难度的。主视角这边呢，最后国太乔控他一把刀，杀一刀，最后呢，秦刚见挂喜。不过啊，大乔这边啊，女主男副要了一个孙膑的副将，那想想就没有发挥的余地了。祝融最后主将还是不出，这是能藏个啥呀？魏延，请休息吧，一直没有吸血的机会。然后其他还能有谁不出来？四血武将二爷，主视角这一直啊，但是这个时候满神装之后呢，二爷，哈哈。看我的厉害！这一局一个小庄人王啊，就主视角这边，对吧？怼一刀，郭嘉让蜀将这边呢对你放松提防。二个呢，就是郭嘉那边呢，他更能哈啊，比如说有遗迹的话，他自己一些牌啊，更好的可以给我们队友哈，逼着他去就范啊。好，最后一局。最后一局4399玩家古刹意提供的素材。这一局呢，主要是那个。队友啊，队友那个点啊，我们先剧透一下哈，主视角甲鱼加庞德郭宝哈，
一点。那么棘手的话，丁凤很骚啊，人肉大方天上来一波南蛮入侵啊。前半四家呢都是出杀了，后半段三家呢全部三血掉血，但是不卖，嘿，主角来杀一刀丁凤，最后呢冰凉村能控一下。就丁凤这么一个开局呢，纯粹就浪了，我们都不推荐了，对吧？一时爽，一时爽，两人回战场。那么四号位的话，无六进，五号位人王，人交不圆呐。六号位勒布斯普，否摸牌阶段直接出来过牌，因为这里的话被压了三血还是比较蛋疼的，刚才没敢出来啊，结果最后下家周云，那哈就估计要尴尬了。那我们看到又是一个苦死盖的身份出来，而且有弩，这个有点刺激啊，有点刺激。那他这种情况下的话，会不会去直接盲攻一下八号位呢？我都没有逃了，八号位拿一逃保一下。这个桃子呢，有一点点我们刚才那个魏将的意思，啊啊，这个第一局的意思，武将的意思，拿逃保卫。那么最后这边，哎，运气太差了。那边八号位的话，还是继续杀狗。有九，小戏沉重，望戏锁定技，八号位最后再来一逃。那么丁凤这里的话被冰凉住，顺手如果没有钻石，但是哎呦，这决斗还能砸中一张赏、啊、主公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好、那么这边武将的话自然啊已经拿到一个最高嘲讽。那么我们下家许褚拖一拖成名，对吧？要想富先脱裤，大吴军团四人在场。那么大师这一个出来的，直接换五号位吧。乐善好施，五号位换给一号位那边，你们还在蹲起蹲、不要你说的啊，大师自然会。那他要嘴遁，我们就让他会付出代价，就能更加酣畅淋漓，对吧？来过飞舞，让你蹲，蹲了有啥用啊？好，那么无将的话应该来说啊，这样还是有点被动、看看吧，那边有一个闪电，这是一个无将不可控的因素。那么八号位是不是还该出来呢？日日比这个时候还看人的身份啊，什么鬼？凤雏岂能消亡，最终的话把小鸡给放出来。主角这边我看一下，哀求吧，挣扎吧，他呢直接最后庞德带走，主角开一个乱舞。那么这边三间最终也就带了一下周瑜啊，带了一下周瑜。当然主角跳出来这个时候呢嘲讽不算特别高啊，就怕大师搅屎，那到时候他这个地盟乱换，对吧？锁锁连环再杀一刀暗将。君子贵人见己，过河拆桥。最后呢看一下我们的手牌，杀一刀许褚，早晚要还的。最后的话闪电此计伤到帷幕消掉了。那么最终这边啊，我们上家这里此时不战正待何时，这个呢其实他小庄身份啊，就刚才一波啊，感觉跟我们今天出的第一局还是有点那么个异曲同工之妙的、一个呢我出逃救你周瑜的话，哎，我保全自己，你的年奴有杀也不会来杀我。二个呢我这个逃子就是利用你打工啊，他打李典那个地方，那他刚才呢贯彻这个方针啊，一直贯彻到最后，对吧？打庞统打司马，当然大师那个点呢刚才打到最后啊，一波小庄身份打到手，而且关键他这是藏了一个核弹哈，老板。那么最后的话二打一，大师应该来说啊，他如果大师二 v 二有一个队友，有一个地盟靠依托的话，那还能行。但是这边的话没有了之后，主角这一刀火杀，嘿嘿，很讲直接，嘿嘿。那么最终这边的话，大师也就剩下了啊，无谓的挣扎呀，徒劳之功啊，时候未到，徒劳，还喝酒，继续奶，要说说无懈，最后呢，
丈八一拍呗。马腾这一个啊，水太深了，一直藏到最后。而且他刚才看一下，其实啊，大家如果注意刚才那个知己知彼看庞统的时候，其实有点奇怪啊，看到庞统主将啊，这是有点奇怪的。按照道理，他真是武将的话，这个时候不应该再去看一个暗将的身份了，而是直接杀一刀或者知己知彼重铸掉，对吧？知己知彼重铸掉，反正你这不是我队友啊。他真要是武将的话，已经明代有三个，他是第四人，那你看肯定没有必要看，对吧？直接杀掉，即使是那个是武将的话，你杀掉你自己当野心家。所以刚才这个知己知彼啊，就给他的身份啊，如果你仔细啊往小想一层的话，那应该来说他这个身份啊其实已经算暴露了啊。已经算暴露了。那么今天呢这一个装身份呢，感觉第一局啊这个是肯定没有问题的，刚才那一局呢跟那一局有点类似，但是呢大家对于这一个暗将的防御啊防守还是有点问题。第一局主要是我们那个啊紧随其后就是自己的爆发，所以呢节奏比较快，也没有什么太多问题。那像刚才这一局的话，余胜香香还有那个曹仁那一局，这一局主要等级有点低，然后那个曹仁那一局的话，大家感觉啊对于暗将的身份判断还是有点失误啊。好吧，那么今天最后就谢谢大家。